在疫情稳定之后，罗龙镇公所为了带动观光经济，以中央振兴方案结合罗东收宝趣 APP， 推出振兴来罗东，周周抽 iPhone 13的活动，周周抽不停，并且在今天下午进行现场的线上直播，最终回的大抽奖，超过百项超级好礼，包括有6支 iPhone 13、液晶电视、电脑等等大奖。镇长大方来送幸福，有抽中的人呢，一定呢，今年的运势都会大，有没有信心？有。今天要把我们这八周以来没有送出去的 iPhone 13，跟最后加码的这个100多项的这个奖项呢，在今天呢抽出去。那在这一个将近八周的时间里面的活动呢，我们也带动了整个罗东有14万的这样的一个人口的这个来摸彩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然后也带动了将近8000多万的这个罗东的这个消费的余额。罗东振兴方案共有550家的商家来参与，而且面对募款困难的8家公益团体也赠予部分的抽奖券来协助募款，总共连结716家的镇内产业投入这一次振兴活动，而截至11月30号活动落幕，总共带来了约数千万的商机，总消费金额达到8686万多元，回填人次有133372人次，振兴的效益是相当显著。对我们疫情的关系造成的这个景气低迷的状况，对罗东镇的这个经济消费也达到了我们希望振兴来罗东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效应，所以呢在这边感谢我们所有的配合，我们的包括罗东的店家有700多个这个店家以外呢，还有我们8所的这个公益的团体啊，所以在这边感谢大家啊，希望说继续来罗东消费，我们让罗东的这一个经济能够更活络，那疫情赶快过去，振兴来罗东，好康大放送。罗东振兴方案平均每周都能带给罗东千万的商机，让小镇迅速从疫情冲击之下来回暖，也让罗东再次焕发勃勃生机。宜兰新闻记者许世民采访报道。